你在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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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从北京来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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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过早餐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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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有时间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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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末打算要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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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结婚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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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天气很好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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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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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跟家人去动物园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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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养了一只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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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茶跟咖啡喜欢哪一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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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过天安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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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来中国，第一次来中国，第一次来中国。快十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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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一起吃饭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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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
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梅花再开，梅花再开，梅花再开，梅花再开。你去看医生比较好哎。你去看医生比较好哎，你去看医生比较好哎，你去看医生比较好哎。可以借用你一下厕所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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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喜欢的水果是苹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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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送你到车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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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快要下雨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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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住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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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公是小学老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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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来的梦想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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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，我来晚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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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一起玩吧。下次一起玩吧。下次一起玩吧。身体状况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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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这里到车站开车要5分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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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算明天开始做减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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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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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不回家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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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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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很好吃的面包哦，看起来很好吃的面包哦，看起来很好吃的面包哦，看起来很好吃的面包哦。我每天早上在跑步。我每天早上在跑步。我每天早上在跑步。我每天早晨在跑步。上次真的很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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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件衣服好漂亮哦。你那件衣服好漂亮哦。你那件衣服好漂亮哦！你那件衣服好漂亮哦！打算明年要结婚，打算明年要结婚，打算明年要结婚，打算明年要结婚。这个用中文怎么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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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在忙，等我一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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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来请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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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没有推荐的餐厅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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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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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喝酒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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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当作没听到。请你当作没听到，请你当作没听到，请你当作没听到。因为危险，请你小心一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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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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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出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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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戴红色的帽子很好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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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太热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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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晚我们吃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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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咖啡厅等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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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班后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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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